我们今天应当怎么学法？要在平常训练。平常训练的方法，印光大师有个秘诀，此一句佛号，正如要解所示，即是众生本具理性故知，此戒而能念之心，即是如来果觉。我们前面呢就念到此地啊，这一句还要详细说明一下啊，与我们念佛关系很大啊。这就是戒而能念之心，这个心是真心，也是妄心。妄心里面跟真心呢最接近的啊？为什么呢？起心动念呢？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起心动念就是妄心。但是戒而是刚刚起心，你看看在真妄的边际上啊，这个心难得了。用这种心念佛，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啊，如来果觉，那就是如来果觉啊，他不迷呀，啊，他没有惑，不迷惑啊，这一念心起起来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那念佛要这样念法啊，那我们现在是凡夫，道道地地的六道凡夫啊，这一念之心，如果不是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永远不会有发觉啊，他太危险了。戒而就是威胁的意思，这极其威胁，我们没有办法想，因为我们才动一个想的念头，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一个想啊，里面就有32亿8000年，这是戒而能念之心啊，我们这一想才动这个念头，就32亿8000年。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讲，一弹指，这弹指之间呢，啊，所以这是没有办法体会到的。佛在经上也说得好，啊，到什么时候你才能觉察到呢？你感觉到有这个东西存在呢？啊，这个微细念头存在呢？八地菩萨啊，《华严经》上的八地菩萨，七地以前呢都没有办法觉察到。那八地菩萨那是什么样的定功？啊，我们讲起清净心，那个清净心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才能感觉到？再往上去，九地、十地、十一地，上面就是妙觉了，那就是圆满的了。啊，究竟圆满的果佛了。啊，我们今天应当怎么学法？要在平常训练。啊，平常训练的方法，印光大师有个秘诀，
我们可以学习的。啊，这个秘诀是什么呢？生死那个死字。啊，常常想到死到临头了，死不害怕。诸位要知道啊，死是生有生死啊，灵魂没有生死啊。啊，如果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灵魂也没有了，那我们大可不必学佛了，也用不着修行。啊，像一般人讲的人死如灯灭，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么回事。啊，生死，灵魂不死，灵魂又去投胎去了。啊，这就讲到六道轮回嘛。这个事情麻烦呐。我们真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决定不能死。啊，我在过去讲经时候讲过很多次，这死了就不得了啊，那麻烦太大了。一定要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净土。往生就成佛去了吗？啊，能不能做得到呢？人人能做到。只要你懂得印光法师这个启示，啊，常常想到我的寿命就今天一天，不要想有明天，今天一天，那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啊，只有今天一天，今天是最后的一天，我应该办什么事？老实念佛，那不就成功了吗？那怎么个念佛？我这个身体每一个细胞都是阿弥陀佛，每一个汗毛都是阿弥陀佛。那我再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听听外面的声音，六根所接触的没有一个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周遍法界，这叫念佛了。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好啊，一切众生，这个众生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啊，叫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叫做众生。那哪一个现象不是众缘和合的啊？我们的动物这个身体众缘和合啊，这四大五蕴呢，这是佛学名词啊。啊，四大是物质，五蕴是我们的精神、受想行识。啊，四大五蕴组成这个身体啊。那花草树木呢？花草树木也是啊，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啊，我们看到它的身相，啊，物质现象。他有没有受想行识呢？有。没有我，没有动物那么明显。啊，他比动物啊要迟钝的多了。他有。啊，如果没有，我们真的怎么能跟他去感应道交呢？最后一念呢，是你从这个地方死到底下那个往生呢，关键在那一念，所以那一念太重要了。送往生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最后一念别忘记阿弥陀佛，我们在他旁边的时候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提醒他那个功德无量啊，啊，叫他不要有其他念头。古大德做得更好，家亲眷属不准接近他，他在光快要断气的时候
嘉庆卷说免得引起他的情执，一引起情执马上就堕落了，就三恶道去了啊。嘉庆卷书离开啊，这是同参道友来帮助他，这正确的。嘉庆卷书是学佛的，最好也离开，看到是他的儿子孙子他不动感情啊，那个时候一动就问题就严重了。因弥陀深念毕生之大愿为本，这是第十八愿，发菩提心是第十九愿啊，四十八愿这两愿最重要啊。所以古大德说四十八愿哪一愿最重要，大家都称说第十八愿。十八愿生念一念都能够往生啊，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具足信愿，啊，这一念生念是指什么时候呢？是指你往生的时候，你离开世间的时候，就是最后的念头，最后那一念是阿弥陀佛，那一念就往生。所以你命中时最后一念，如果还念着家里一些财产，那完蛋了，啊，那到鬼道去了。要是一念的时候，哎，哪个人是冤枉我，我还恨他，那到地狱去了。那最后一念呢，是你从这个地方死到底下那个往生呢，关键在那一念。所以那一念太重要了。啊，送往生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最后一念别忘记阿弥陀佛啊！我们在他旁边的时候念念都是阿弥陀佛，提醒他那个功德无量啊！啊，叫他不要有其他念头啊！古大德做得更好，嘉庆卷书不准接近他啊！他在光快要断气的时候，嘉庆卷说免得引起他的情执啊，一引起情执马上就堕落了，就三恶道去了啊。嘉庆卷书离开啊，这是同参道友来帮助他，这正确的啊。嘉庆卷书是学佛的，最好也离开啊，看到是他的儿子孙子他不动感情啊，那个时候一动就问题就严重了啊。所以嘉庆卷说避开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我们选择法门自己要清楚自己是什么根性啊，选错了就那你是药吃错了啊，得病把药吃错了，不但治不好病啊，可能病上再加病啊，你说多麻烦啊！佛法是药，八万四千法门就好像到药铺里看林林总总那么多药，你能吃吗？你敢吃吗？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处方不敢吃啊，会怕吃坏了啊。那佛法你随便修你就不怕吗？我们中国大乘佛法讲的是宗门教下啊，所以佛教本身称宗教啊，跟我们现在讲的宗教不相关，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佛法自称为宗教，这个宗就是禅宗啊，叫宗门。禅宗之外呀，其他的九个宗派都叫做教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教学的方式不一样。禅宗
是悟后起修，没开悟的时候不看经教的，不看经典的，啊，开悟之后再看经典，啊，那么教下呢，这先从经典下手，到最后啊开悟了，啊，所以这是两个路子，啊，所以禅宗对什么样的根性呢？上上根人。啊，那是他的对象，普通人做不到啊！啊，这个我们要晓得，普通人做不到啊，所以不是上上根人，你要去参禅，参一辈子叫白参了，你不会开悟。你要是不能开悟，你的生死就不能了。换一句话说。该怎么轮回还是搞轮回，啊，所以我初学佛的时候，三个老师都警告我不能学禅宗，啊，决定不能去学六祖坛经，不能学慧能，啊，直截了当告诉我你没有那个条件，啊，方老师介绍我法相为师，介绍我大方光佛法也，啊，李老师介绍我净土，啊，介绍我大佛顶首楞严，教下了，啊，教下对象是上中下三根，啊，从经典下手，按部就班，就好像读书一样，啊，你得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向上提升。而禅宗呢，禅宗是天才儿童。他不要小学、中学、大学都不要，他一下就可以上研究所，他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没有这个本事可不能碰他啊，那真的不是随便可以学习的啊，所以在佛法里头，一个禅一个密啊，密比禅还要好一点啊。是确确实实禅宗不是上上根人的不得利益啊，密也是这样的啊，但是密还有次第先学显教，显教有一定的程度，显教就是教下啊，有一定的程度才参加考试啊，也就是显教里头没有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见性了，比大彻大悟低一阶了，应该就是大悟，有小悟有大悟换一句话说，清净心得到了，大彻大悟啊！用我们这个经体上标准，清净平等觉，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是禅宗的条件，宗门的条件。在教下里面，你得清净心了。给诸位说，得清净心，就是见思烦恼放下了，
执着没有了，啊，当然智慧开了，啊，清净心生智慧嘛，这叫开悟了，啊，这还不是大悟，但是如果真的得清净心，见思烦恼断了，可不可以消灭呢？可以。啊，但是还不是密宗正式的学生。密宗正式的学生还要向上提层，大悟，不是彻悟，大悟。啊，大悟说还要把尘沙烦恼放下。就是你能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这是密宗正课僧了，你才有资格学习啊！不那么容易啊！啊，他大悟了，他还没有彻悟，为什么呢？他还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没破。啊，我们选择法门，自己要清楚自己是什么根性啊。选错了就，那你就是药吃错了，啊，得病把药吃错了，不但治不好病啊，可能病上再加病。啊，你说多麻烦。佛法是药，八万四千法门就好像到药铺里看林林总总那么多药，你能吃吗？你敢吃吗？我们知道没有医生处方不敢吃，啊，会怕吃坏了，啊，那佛法你随便修你就不怕吗？所以大乘经里头华严里头就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古来这些祖师大德，就好像是大夫，啊，好像是护理人员，他们懂得。啊，我们想学佛的找这些人啊，他看看我们什么样的根性，给我们介绍啊哪些经典，这是必要的。啊，不能随便自己去摸索。啊，所以学佛，你看，老师决定你这一生修学成败的关键。你要遇到真正善知识，真的好老师，你就占很大的便宜了，是不走弯路了。哎，自己有病找到好医生，啊，医生给你一看，这给你开方子，你吃了这个药，病就好了。啊，所以佛门的善友难遇。啊，我们到哪里去求？不，现在也没人求了。为什么？连父母都不孝，都不要了，哪里还谈得上尊重老师呢？那我们听了这个话了，很恐怖啊。那不能成就怎么办呢？哎，好在净宗法门里面有特别的缘分，你要真正能学会，忏除业障。还有一口气，到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是净宗的殊胜呐！啊，佛法是圣贤教育，是大圣大贤的教育。你要不懂得尊师重道，你到哪里去？
没地方求啊。啊，我们这个佛门常讲，佛度有缘人，谁是有缘人？给诸位说，孝顺父母，尊师重道，这个人有缘。啊，不孝父母，不敬尊长，不重视圣道，没缘啊。遇到真正善知识也没有，为什么？你不能吸收，你看经看不懂，你会把意思看歪了啊！自己想的什么意思？你听经也听不懂啊！所以开经偈说得好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呀。”你没有尊敬的心，没有那个沉静的心啊，你听把意思听牛了啊，用你自己的烦恼习气那种不正之见呢，你来解释佛经，把经全解错了。啊，学了几十年，最后说佛经不灵，还得回望他。啊，所以真正善知识啊，他一生唯一的一个希望，找传人啊，老师把佛法传给我了，我要传给什么人？如果没有传人，那你就得写书那我把我所学的所悟的写在书本上，书本流传给后世啊，到后世去找有缘人不容易啊，太难了。李老师告诉我，学生找老师难，老师找一个传法的学生更难，到哪里去找？啊，李老师学生不能说不多，太多了。啊，最保守的估计超过50万人，这里头几个人能传他的法的呢？往生的有，往生的倒不少，啊，念佛往生，真正传法的少了。很不容易 啊，真正传法人就是印光大师所讲的条件啊，你对老师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二分诚敬得二分利益，十分诚敬你就得十分利益，没有诚敬你在那里听100年也得不到利益，关键在此地啊，沉浸怎么来的？沉浸是信德啊，是从孝养父母那里来的啊，把对孝养父母的心对待老师，这就是尊师重道啊，如果对父母都不孝顺，那就完了。这一生学佛有一个好处，阿赖耶里面种了佛法的种子啊，这一生不能成就。那我们听了这个话了，很恐怖啊，那不能成就怎么办呢？哎，好在净宗法门里面有特别的缘分，你要真正能学会
忏除业障，还有一口气，到最后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是经中的殊胜呐。所以我们在台中莲社看那些莲友啊，往生的真不少啊。最保守的估计，李老师在台中讲经教学38年，念佛跟他念佛往生极乐世界的，真往生的，我的估计应该有500人以上。这个功德殊胜呢，真难得。那不错。所以佛法是师道，师道一定是以孝道为基础。你看净业三福跟我们讲的多清楚啊，第一条，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入佛门基本条件，你要把这四句做到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佛弟子换句话说，佛经典里你能信能解，这就是你的善根，你能够依教奉行，这是福德，你能行能证，往生就是正果。无论三杯九品皆是事，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你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了。为什么呢？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是一生圆成佛道啊！佛的发愿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很多人讲世界末日，佛法没这个说法。佛的发愿还有9000年，佛的发愿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这就2000年，后面末法10000年，10000年才过了1030几年。所以后头还长了，哪里是末日呢？即此无上之典呢，饶益当来。当来还有9000年末法了，末法10000年呢。佛的法运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很多人讲世界末日，佛法没这个说法。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我们中国人记载的在这个古人著述里头都能查得到释迦牟尼佛灭度到现在，我记得好像是3030多年30几年，你们去查查看。虚云老和尚年谱里都有这个是3030多年，那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这就2000年，后面末法10000年，10000年才过了1030几年，所以后头还长了哪里是末日呢？在末法时期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佛法有兴有衰，这从前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他给我讲，现在这个佛法已经衰到基础了，但是不要怕，会兴起来。他会再兴起来的，他有起有伏。他不会灭的。那什么时候会灭呢？9000年之后，法真的就灭了。我们相信佛没有妄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我们都相信他。所以夏老希望这一部经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完善的标准本。这个本子绕一当来，后面还有9000年呢。哪一个法门，哪一部经典最契机呢？应当就是这部经。这部经里面字字句句是佛说的，一点都不假。原译是从梵文也翻译的。那么梵文本字当中有这个很多就不同，这是说明释迦牟尼佛不是一次宣讲的，多次宣讲。从5种译本里面来看，至少是3次宣讲。那我们遗失了失传了有7种本子，这没看到。如果那7种本子在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不相同的地方，你就能找出这三次以上讲这个经。这是师尊无尽的慈悲，我们明了才会生感恩的心。我们不是这个法门就不能得度，肯定的。我们能够升天，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出六道轮回很难啊，那个见思烦恼断不容易啊。不断见思你就出不了轮回。升天哪一个没有升过天呢？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你问问哪一个没有升过天？过去都在天上住过，天父想尽了，业障现前又下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啊。上上下下的在六道里头哪一个人没有堕过地狱呢？有啊，我们学佛同修当中有啊。怎么知道呢？催眠知道的。催眠是在深度催眠之下问他你在哪里啊？在地狱。地狱状况下苦得不得了啊，在地狱受苦。他去过地狱，他也上过天堂。真的，六道里头哪一道他都经历过，所以不稀奇。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人有没有死，没有死，在六道里头搞轮回。生死，肉身有生灭了，这是个正常现象。灵魂不灭跟众生说，灵魂是迷的时候叫灵魂，觉悟了，觉悟不叫灵魂，叫灵性。灵性不灭出不了六道叫灵魂，超越六道就叫灵性了那什么人呢？阿罗汉以上。你只要一出六道轮回，那就是阿罗汉阿罗汉成灵性了，他不迷了，所以阿罗汉得了证据。
啊，你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我们学佛共同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啊，学佛想得到什么，就得这个。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阿罗汉所得到的正觉，菩萨所得到的比他高了，正等正觉。啊，佛所得到的价格无上，无上正等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超越十法界了啊！他住在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我们通常也称他为一真法界啊。菩萨还住在十法界啊，四圣法界。这是为我们说明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还有九千年，九千年之后这个世间没佛法了，那就真苦了啊！菩萨佛菩萨不舍苦难众生，到那个时候虽然佛菩萨不现的，有一个代理的人，这我想诸位都知道，地藏王菩萨啊，他代佛度化众生啊，代理佛，一直到下面一尊佛出世，下面一尊佛是弥勒菩萨啊。现在有很多谣言说弥勒菩萨已经下来了，给诸位说这是假的啊，这个不能相信。啊，弥勒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这是常事，一点不稀奇。啊，我们中国佛门里面的传记啊，记载的很清楚的，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宋朝时候啊，我们现在供养的这布袋和尚的像啊，就是弥勒菩萨化身啊。我们看西藏的这个弥勒菩萨，看南传的弥勒菩萨，那个样子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瘦瘦的，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中国视线的这个人就是用弥勒菩萨啊，用这个布袋和尚啊，都用他这个造像啊。那另外记载叫富大师，唐朝时候居士神，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啊。佛菩萨常常到世间来应化了，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说是弥勒菩萨掌天盘了，弥勒菩萨了又到人间来做佛了，这是假的啊。弥勒菩萨是要到人间来做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得很清楚，56亿7000万年之后，这个当中都没有佛出世啊，地藏菩萨代表。啊，我们一定要根据经典所记载的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从这个地方就一想啊，就害怕了啊。为什么呢？要不能往生，还继续搞轮回，三恶道的机缘太多了，三善道的缘很薄，这怎么办？害不害怕？害怕。能不能改还是不能改，害怕也没用处
为什么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心浮气躁啊，心里头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毒学佛这么多年有没有减轻几分呢？没有，跟没学佛一样啊，算不错了最怕的是什么？跟着自己年龄的时候，年年在成长，那可麻烦就大了。你的烦恼习气越来越重啊！啊，如果是这种状况，那自己就要清楚，不灭轮回。啊，轮回往哪里去呢？我来生还能不能得人身呢？那就得问你，你十善业修得怎么样？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中品十善得人身，来生还得人身。啊，你自己想想，你的十善业道啊，凭你的良心跟自己打分数，能不能打个七八十分？能打七八十分呢，你来生不是人生。如果说我只有五十分考不入，你堕落的这个机缘非常多。你能够打个满分，欲界天呢？啊，大多数人到哪去了？到桃李天去了。啊，桃李天要满分的。啊，十善业如何落实？《弟子规》，《弟子规》就是十善业的初步落实。啊，《弟子规》上113章4，你做到了没有？你从这个地方就一想啊，就害怕了。啊，为什么呢？要不能往生，还继续搞轮回，三恶道的机缘太多了，三善道的缘很薄，这怎么办？啊，害不害怕？害怕，能不能改？还是不能改，害怕也没用处。啊，我们跟宋朝荣科法师比较一下，差远了。啊，人家确实出家了，破戒了，啊，回犯了清规，自己知道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肯定堕地狱。他害怕，他知道地狱苦啊！问同参道友有没有方法救他？啊，同学们也不错，送他一本《往生传》，叫他自己去看。啊，他看了感动了，每一看一篇，痛哭流涕。啊，这个忏悔的心生出来了。啊，下了决心，闭关念佛，3天3夜，不眠不吃不休。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真诚。啊，这个时候怕地狱苦啊，求救命啊，真干呐！啊，3天3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你看阿弥陀佛真慈悲呀、啊！你真干，他真照顾你呀、啊！啊，阿弥陀佛来了，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10年，好好念佛，
啊，等到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啊，迎客听了之后，就求阿弥陀佛。他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再活十年，我自己经不起诱惑，我又不知道造了多少罪业。”啊！我十年寿命不要，我现在就跟你走。啊！阿弥陀佛，通情达理呀、啊！就跟他讲，好吧，三天之后我来接你。我说他高兴了。啊！他把房门打开，跟大众讲：“我念这13天呢，念阿弥陀佛，把佛念来了。3天之后，阿弥陀佛接我往生。”这个寺院的同参道友一个个都感到很诧异啊，反正3天时间不长嘛，看你3天之后能不能往生啊。听他说话不像是骗人的，好像真有那么回事情啊。到第3天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往生啊，大众当然欢喜，好，多念佛给他回向。念佛不到1刻钟，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了啊，我看到了，来接我了。”就走了，真走了啊。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是真的，不是假的。”盈科法师给我们做的表法啊，就是真的怕地狱苦，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当下就求往生啊，什么寿命多少不要了啊，在这个世间都是造业啊，只要我们自己放得下，平其万缘，真干啊！这3年前，我们深圳有个居士，30几岁，年轻人，黄忠昌啊，听到《往生传》里面说的这些信息啊，念佛3年就能往生了，他闭关试试看，3年能不能成就啊？在官房里头2年10个月，还有2个月期满，他就预知时至就往生了，也没生病啊。火化之后留下了舍利啊，现在供奉在深圳一个小道场里面，给我们做证明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这3年在官房里面，每一天就是念一遍无量寿经，其余的佛号不断啊。我教他的方法是地贤法师教他那个徒弟锅炉匠的方法念累了呢就休息，不分昼夜，醒过来继续就再念，真正做到啊，心无二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他跟锅炉匠不一样的就是每一天念一遍无量寿经，就加了一部无量寿经啊，佛号不间断，成功了。这往生难不难呢？不难了，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啊，关键就在此地啊。平息万缘这一句是关键啊，只要把这一句能做到就行。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